塞嘴大富嘴哈啊，到祝福大家都能够大富大贵。那国风有款的嘛，尊上哎，我们上头这一支要来做过桥的动作，我们来看他如何在过桥。我是安那过，原来也是爱有功夫。来自我们何能所指导的五禅门。这些潮跟所谓的海底的东西来跟他们来玩耍一下。已经被狮子踩下来放在桥上了，我们要看他如何的来做阻截耍劲的动作。好，吃吃吃吃，把它吃进去的。
来宾，掌声鼓励一下现场的观众，谢谢。